研究 publication， 还有他的生计跳跃性的成长。第十届就像杜院讲的哈，我们来扩大局势，进步的速度呢，已经没有办法用任何评鉴的条文来评鉴。后续再连续八年来参加北医大的晚宴哦，把校歌学起来，我倒是有这个把握了。